老子他妈的还想找你在公安呢，都是事。我在上面，我现在还找你，我都找不到。于杰的狗子，狗大总去哪里？啊？来个只铲这里，我们在招揽多少做点的表面工作，我可以铲，你可以问点小区的人，问点环卫处的人。整条街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没有维持？我们维持共产党，维持政府的那个，你们做了什么？全在这做，你看搞这个小区现在装模作样的做一下，又录个像还是做镜头，瞎掰，真的是狗杂种。你看，这骗子，然后这所有人在宣传，全是骗子，照片骗子，最大的骗子。这是广西桂林市秀峰区九岗岭小区，小区，你看这些领导。在洪水的时候，同样是桂林市七星区的，人家就做到社区街道全部到社道到社区来告知，要老百姓做好准备。就秀峰区丽晶街道，还这没有一个人，我们最关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提醒我们。同样是桂林市，人家七星区为什么能做到？秀峰区政府你为什么不能做到？啊？当时你们来拆我们抢拆我们的这些那么多合法分子，一个个的，这个我也露过脸了，都露过脸了，哥哥一个个的来这里，那个黄海呢，狗杂种的现在不来了，一个都没冒头。从我们按烟的时候，谁讲话做个装模作样，丢脸，真的是，你上拆迁你有脸，我录得很清楚，我都不怕你，有本事你铲子打过来。我们为什么要打过去啊？哎，因为我揭穿你们，你怕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还要挡着脸，真的是怕什么？我现在就说，你们不来，我先找不到你们，先你们送上门来。好，坐着不要没工。是大事儿，不让拍视频呢，不让拍视频，楼塌了，底下有人干活，都他妈砸不死了。人民大街邮局对面的老房子塌了。对，还有个车被砸了。那不知道有没有人员受伤啊？刚刚塌了。前头都堵车，警察也来了。求大家给我们家一个公道，帮我爸妈一个清白，我真的大家。有饭吃，我们去吃点饭。我们这样子饿死了，坐在家里电也没有，菜也没有，就是饼吧。我现在连碗馍饼都吃不了，现在连碗馍饼。喂。现在连碗馍饼都没饼过。我咋办的？都吹了吃的。还不吃？
哎，这太大了。冰雹下的那个垂直线，就是说天和地下成了一条线了，100多亩地全部打的就是没有了，啥什么没有了，幼苗现在补种已经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这要是都落下潮去了，老天爷爷！是，雨就是在这是咯，我都还给平的是，打的来了一片无响，把啥子树叶子都打死了。我家咋办的呢？帮好咋办？打得刮刮去，刮刮不牢啊！这是打得这就不太好没事。今天就提了，可刮刮上也不错。六根不好刮，打车上烧红了呗，可给了。豆角，我们吃豆角子，打不出来是啥玩意儿？别提。长时间了，一抽的浪子咋晓得的？一场狂风暴雨加大冰雹，一瞬间所有的玻璃、门窗、屋顶全部打碎，没有一块完整的了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，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。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。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DJY2024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